鬼。今日有新報紙面世，報界爭相減價兼送禮，吸引到不少市民咧買嚟睇。咁更加吸引市民嘅，相信就係尋日演藝界發起嘅反盜版千人大遊行啦。請願者仲得到特首董建華嘅厚愛，除咗親自接信同埋即場發言表示支持之外咧，最後仲齊齊影相留念。咁呢份大禮咧，就唔係個個請願者得到噶啦。係啊，攞禮物就唔容易咧，但係送禮咧就易得多啦。嗱，立法會議員啱啱送咗1600多條問題俾特區政府，問佢哋各部門預算開支係咪使得恰當？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公布了預算案之後，各政策局官員連日馬不停蹄出席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接受議員的質詢。你提到加很多位啦，咁樣啊，林滿光先生就話唔好請人治噶嘛，咁樣所以我又唔係幾明，咁點解呢度又可以加到啲位咧嚇？好多唔係話喺下個財政年開始請嘅，有啲人已經請咗噶啦，而係進接受緊訓練。等訓練完畢咧，佢哋就陸續開工。根據我知道咧，你哋係唔夠人手嘅。我唔係講嗰個學術性嘅翻譯啊，係終審法院判詞嘅翻譯。事實上咧，如果係即係1月29號嗰個翻譯咧，我哋係自己有我哋嘅權威嘅判決書出嚟嘅時候咧，就唔使俾人哋啲判詞譯到咁糟質啦。我哋響資源服務嘅增幅最大嘅咧，其實真係係響翻譯。自從1995年以來咧，人手嚟講咧係增加咗幾十人嘅。財政預算案建議嘅內容當然係議員質詢嘅焦點啦，就好似批地興建數碼港。會唔會政府其實即係好急於其成做呢件事，就變咗好似對盈科咧有特別嘅對待？我哋嗰個考慮係呢個數碼港係一個資訊嘅基建嚟嘅，就唔係一個地產嘅發展。這個我哋亦都即係作過好詳細嘅考慮。咁然後先至決定話數碼港咧係一個值得我哋去推動嘅資訊基建嘅項目。地鐵上市嘅建議亦都惹嚟議員嘅關注。點樣確保啲員工咧唔受上市嘅影響？特別喺權益方面。透過地鐵公司所得到資料咧，員工對呢個咁樣嘅新嘅局面咧係著弱萬分嘅，因為佢哋係可能會能夠成為係香港10大嘅上市公司之一嘅成員咧，其實嗰個嘅威水情況咧都係好大嘅。除咗針對各部門開支提出質詢之外，議員亦都乘機借題發揮，將問題扯到去預算案以外嘅範疇，包括最近發生嘅事故。最近房署嘅一啲地盤咧，都接二連三咧發現咧短樁嘅問題，咁呢個短樁問題，相信會對房署嗰個財政會帶嚟影響。已經連續兩次咧，學校裏邊嘅學生全日制食飯盒而集體中毒。你咧增加咗嘅食物安全控制嘅編制人手咧有13個。我想問就係話，你呢13個人啊，係點樣去即係監控食物嘅安全？即係機鐵嘅服務嘅故障咧，亦都係即係越嚟越大鑊啊！而家咁局長喺呢個方面上高咧，究竟點樣督促？即係機鐵方面咧，能夠有個全面嘅檢查咧。咁而家咧，我就想訪問北京，同埋咧想了解駐京辦嘅工作，唔知可唔可以同我辦一張回鄉證咧？我都想。對於呢一類離題嘅質詢，主席夏佳里並冇阻止議員提出，而出席嘅官員亦都照答如意。就我相信駐北京辦事處咧，就冇可能咧係幫助香港嘅市民係申請回鄉證。而雖然預算案裏面並冇計算到終審法院判決可能引致大量新移民湧入嘅因素，但係議員已經急不及待提出質詢。有冇根據監管發現到一啲新移民啊，或者依類嘅變化，會唔會未來會增加咗啲寮屋係喺市區或者非市區？有冇呢啲而家初步嘅估計？喺呢啲咧計劃裏邊咧，有冇考慮到咧居港權帶嚟嘅個學校嘅需求咧？始終預算案喺公布嘅時候，大致上得到各大政黨嘅支持。喺特別財委會上面，官員同議員出現針鋒相對嘅情況唔多。絕大部分議員都贊成，亦都好多謝各位嘅支持。咁
不過有議員就抱怨答問的時間不夠。我希望你俾我排得到，好唔好啊？你保證我排得到，我收口。如果唔係，我唔收口。I think I'll start a new system. Perhaps you can buy someone else's slot. 議員對預算案的開支部分冇咩爭議，但在政府收入方面，民主黨和民建聯已經表態會否決提高汽車違例罰款的建議。預算案能否原封不動地過關呢？就看政府的功力了。這幾天的特別財委會，議員發問攻勢就不算凌厲，官員呢也都答得輕鬆。無他的，皆因這份預算案爭議性不大。不過涉及政制問題就完全不同了，已經有議員呢正正起革命。立法會繼上個星期14個小時通宵辯論區議會條例之後，而家正又為2000年立法會選舉趕工，審議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政府希望在今個立法年度完成審議呢一條草案。民主黨同街工的梁耀忠都急不及待提出修訂，而民主黨提出的修訂，其中最富爭議性的是要60個立法會議席全部由普選產生。我哋首先咧就要翻60席直選，我大家都聽得多噶啦。但係我哋覺得咧，呢個係一個機會，我哋唔可以喪失。同埋咧，我哋用翻咧單議席單票。不過民主黨嘅建議同基本法相抵觸，因為基本法規定2000年立法會直選議席係24席，其餘30席係功能組別，選舉委員會6席。而到2004年，直選同功能組別先至係平分春色，各佔一半。之後係點咧？就要等到2007年檢討先至有定論。基本法亦可以同時修改嘅咩？基本法係可以修改嘅，嚇呢度大家都冇爭議。修改基本法呢個講法咧，自由黨嘅立場根本係話盡量避免啊，修改基本法，即係逼不得而先要修改嘅。咁事實上咧，就喺呢個選舉條例之中啊，我哋唔覺得呢樣嘢啊係要搞到去修改基本法。我哋冇絕對唔認為基本法唔應該修改。如果基本法當然可以修改，如果唔係就唔會有個修改機制喺度啦，係嘛？但係你如果我哋講緊嘅修改基本法裏邊寫低落嚟嘅香港嘅嗰個政制發展嘅時間表嘅話咧，我覺得我哋一定要有更加深入嘅探討。1994年曾經提出私人草案，要求全面直選，但係以一票之差落敗嘅劉慧卿，當然表示支持民主黨今次嘅修訂啦。但係對於草案能夠通過咧，就未見樂觀。佢哋當然可以提，但係我相信就係唔會可以上到議程咯，因為係違憲啊嘛。但係改基本法係好難啦，又要行政長官，又要人大啊，又要立法會通過，我相信呢個係幾渺茫。雖然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正研究修改基本法的機制，但是在時間緊迫和會內反對的壓力之下，看來